的士兵撒了谎，还背叛了为你而战的雇佣兵。你到底怎么了，阿尔萨斯？难道你眼里就只有复仇？得了吧，麦尔丁，你不知道马尔盖奈斯对我的家园做了什么。阿尔萨斯王子，亡灵的部队来了。施主料到你会来的，小子，你的旅程将再次终结。在这冰封的世界屋脊，深陷绝境，无处可逃。唯有死亡将你陨灭的故事传送。太远了，我需要靠近一些。这下完了，我们被彻底包围了。还有一个机会，帮助我得到双之哀伤。如果他真如你所说的那么强大，胜利的天平也许会倾向我们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孩子，但我保证会和你战到最后。队长，你留在这里组织防御，我们走吧。看啊，莫尔迪，我们的救星，双之哀伤。回头是岸，凡人，此地只有死亡和黑暗等待着你。跟我们所见过的比起来，我不信这能可怕到哪里去。信不信由你，孩子，你不得通过这里。尝尝我的怒火。快回去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都这样了，还想保护这把剑吗？不，我想保护的是你。慢着，孩子，基座上有一段铭文，是个警告，上面说，拔起此剑者将获得永恒的力量，如同利刃撕开血肉，力量亦能侵蚀灵魂。哦，我早该想到的，这把剑被诅咒了，咱们快离开这鬼地方。为了拯救我的家园，我甘愿承受任何诅咒。别碰他了，阿尔萨斯，忘了这码事，带你的将士们回去吧。去他的将士，谁也不能阻碍我的复仇。老朋友，哪怕是你也一样。
此地的魂灵，听我的呼唤，只要能帮助我拯救我的人民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你以战友的生命为代价拿起了双之哀伤，黑暗之主的预言果然没错，你比我预想的更强大。省点口舌吧，迈尔盖尼斯，我脑海里只有双之哀伤的声音。你听到的是黑暗之主的声音，他在通过你手中的剑向你低语。他说了什么，年轻的人类？统御王者的黑暗之主对你说了什么？他对我说，复仇的时候到了。他不可能是妖。结束了。阿尔萨斯王子，穆尔丁呢？穆尔丁死了。说的是有两个侏儒找到一只充满力量的魔法手镯，他们要把它拿到燃烧平原去，扔进大熔炉里给毁掉。于是他们组成了护镯族。在路上，他们被一个对手镯极其痴迷的愚人高图姆，外加九个卓奴跟踪。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拍成一个手镯之王的三部曲。阿尔萨斯王子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我们可以回家。手下留情。你都干了些什么？